魔鬼一个问题，对鬼神灵媒所传说、传递的信息，应如何辨别邪正？这个问得很好。现在这些鬼神灵媒太多了，人话不能听，为什么呢？现在人都妄语。 都不肯讲真话，所以对人都起了怀疑啊！鬼话能听吗？啊，鬼话真能负责任吗？他给你开个玩笑，你就吃不消了啊！所以，鬼神灵媒接触的时候要有智慧，他所说的。 与圣贤教诲、与佛菩萨经论的相应，哎，这个可以做参考。如果不相应，那就肯定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对这些鬼神灵媒呀、有礼敬，不听他。 啊，不能依他的这个教诲去做，啊，那你会吃亏了，你会上当了，啊，尊敬他呢，这是应当的，啊，礼敬诸佛嘛，啊，称赞如来，称赞什么呢？一定是你与正法相应，与正法不相应不可以听，啊，所以有些灵媒传给我们的讯息，教我们怎么样呢？ 教我们在灾难这个期间当中，吃素、啊，素食、断恶、修善、忏悔，这个与佛法讲的相应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，那这个鬼神是善意。 他教给我们是正法。如果传来说你们学佛什么其他都不灵，一定要依照他的方法，那就靠不住了。他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方法一样不一样？一样可以参考，不一样决定不能听他。 这样你就能辨别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样子可以接受，哪些我们一定要拒绝，决定不能够被他牵着鼻子走，那你就错了。你是学佛的，不跟佛走。 跟魔走了，跟鬼神走了，这大错特错。